可以看阳光哎。刚刚那学生应该是初中生吧，小学吧，小学吗？前门小学嘛。对哦，刚刚那个长了胡子，啊，看起来好像大叔。六年级。等一下他，等他30岁再回来看我的照片的时候，那时候怎么长那么老？很正常啊，我们有时候不是很多人在看回去以前的照片，觉得现在可能还青春一点，感觉上。可能更懂得打扮了。